Facebook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到巴黎看秀。首先呢，非常感谢 Valentino 的邀请，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女时装周，我觉得今天非常的震撼。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是他们这一次感觉比较偏主打的这个羽毛，它就是轻飘飘的，它在走路的时候视觉的感非常的强。大家好，我是秦岚，现在在巴黎，刚刚看了 Valentino 的秀，啊，这一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神奇的秀，看过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就觉得每一件都想拥有，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这一季真的是已经做到每一身我都超级爱，因为主打的第一组白色就是我最爱的，然后还有后面亮色系的，包括我今天拿的包包也是最新这一季的新品。真的有一种看完这场秀有一种恋爱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女生看了都会超级喜欢。